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我这快递落了好几天了，看看这一兜子。这个是我今天订的自拍杆，到了。以前我上公园拍吧，我老举着，一边说话就一边晃，我不行，影响哈，太影响那个晕啊，人家看着。后来我从网上这么买了一这个，它最长能到1.70米，是吧？我往地上一戳，我再说呗。搁一小兜里边，随身带着，挺方便的。这个才54块钱，好像我挂在我橱窗里了。老往外跑啊，就皮肤也缺水，晒的也不行。然后做做护肤吧，正好呢，我说刚才又拆了一个快递哈，这面膜，这个大家伙是冻干粉，就是孩子们就是脸上有痘的时候用的。我呢用呢就可以祛斑，也挺好的。我看有的人为了祛斑还去做手术什么的哈。我一会儿啊，用这个自拍杆，这立桌子上的，这就这么短，还能长一点儿，可能也就1米吧。这个杆就是我刚才拍用的这个长的。我从来哈，就是他们要不在家，我就不开空调。你看这电扇，这开一样，冲上面吹呢，它最高15米。完了，我这儿还一个，我身边还一个这电扇，这也是循环电扇，就把屋子空气，它还可以杀菌。我两边都用着，然后。有人老说哈，兰兰皮肤挺好的，抽空哈给我们讲讲你都用什么东西，给我们推荐推荐。行，这个呢是轻语系的眼膜，我一直啊都用它，这已经是第二瓶了。就是你防止眼袋嘛，然后给眼下补水，看到没有？就这样绿的，它的成分也有海藻，应该。这我睡觉之前用的啊，我就给大家看一下。我给大家介绍这些东西啊，我都挂在橱窗里了。如果您觉得好啊，你就还有这个。这个神奇的面膜，它也是搞活动啊！您买的时候如果需要啊，你就跟他们客服提一下，它会有很多的赠品，有的时候赶上好的时候买一盒送一盒。我用了他们家的面膜，用的也挺好的。这个呢是浴盐油啊，这个浴盐油，你看我这用了半瓶了，我还挺省的，不舍得使，因为吧夏天呢就特别缺水哈。皮肤，可是呢，以油养肤哈，这个大家可能护肤的人他可能都懂哈，用油养肤对皮肤特别好。然后这个是眼霜，这个眼霜200多块钱哈，也是，还有呢，这个玫瑰纯露，出门啊什么的随身带在包里边就补水的，这也不贵啊，都有活动，具体什么活动你就问客服吧，然后你提来了就行。然后这个就是那个浴盐油新的，刚才快递送过来的，就跟这个一样。第二瓶，射频仪哈，好多粉丝哈，这个买了，然后也有回购的啊，给亲戚朋友。这个底托哈，如果您要的话，一定哈加一个底托，特别方便，往桌子上一搁，拿一用啊。它带有充电器的哈，然后有四个功能，滋养嫩肤、提拉紧致、黑脸塑形、超微清洁、眼部、颈部的都可以。这个就能更有效的哈，把我们的护肤品呢。哎，通过这个仪器呢，导入到身体，导入到皮肤里面，比如冻干粉，祛斑啊什么的，你拿手抹跟用这个它是两回事儿哈，不一样的。先抹两个，先来点这个玫瑰纯露吧，这个味儿也特别好哈，它都是那个进口的材料，大马士革的玫瑰纯露，一年只开花一次的玫瑰，没有一滴水哈，玫瑰花中提取的，补水。特别舒服，这个皮肤也是一样哈，需要营养，需要定期的滋养它。好，浴盐油哈，抹完了以后啊，我们就开始提拉紧致、微脸塑形吧。真舒服，哎呀，特别舒服，每次做哈都好舒服。好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啊，这些东西有需要的你就去我橱窗买就好了。请点赞关注哦。